李凯燕个人的第三次犯规，要送阿吉来到罚球线上。哇，那个这是主场啊，发生这样误名的状况。嗯，啊，裁判也是示意，看一下怎么去做这个决定啊。可能是因为现场进入到下半场的第一个死球是 TV timeout。那看起来国王队对于这个决定不是特别满意。没错。所以接下来呢，就是进入 TV timeout 的死球不算。那稍待会站上罚球线要重新执行两罚。我对于国王队来讲就比较亏了，因为在罚球出手那一球其实是没有罚进的。对，就有点像玩网络游戏之后累个回溯的感觉。对，有点像是喝可乐，啊，打开瓶盖再来一次，再来一罐，是没有中奖的原因，再来一罐。阿吉目前攻下了五分，那就投篮手感来说并不是特别理想，七投仅一中。哇不亏不亏。对，